在学校。哎哎哎，一个小时。可能年纪大了啊，挺感动的，真的是，真的是年纪大了。哇，你们什么时候弄的？出道一千天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出道一千天，哎呦，天哪，我还在沉浸，鱼刚刚进来，惊讶。出道一千天，其实都没有什么感觉。对，你们不说，我可能。都已经忘了这件事情。对，我今天也是看到，就是说我都已经忘了。对，谢谢。许个愿，许个愿。许个愿吗？嗯。怪不得刚才我说要穿拖鞋回来的时候，你们一脸所有人都是OK 好。哇，我的天哪！2021年有什么愿望吗？正经的吗？正儿八经的说，还是怎么说？其实不知道，因为2020年其实挺平平淡淡、安安稳稳的，所以希望2021年会变好。有什么想感谢粉丝的话吗？不知道怎么说，对，就其实一直都挺感谢他们一直陪伴在我身边。对，都一千天，对，而且有些人是从我出道之前就认识我，对，陪伴真的挺久大了。挺好的，反正见识够了，但一千年开开心心玩嘛，煽什么情？对，挺感谢他们的吧。然后，其实很多话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对，就是会觉得不何止一千年。我会觉得一直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，然后这么无条件的一直。这么无条件的一直这么去付出，然后对，挺开心的。我的天哪，你们没有想到，真的没有想到，我自己都没想，我在休息室，我自己看到了，我说天哪，今天999天，然后明天就1000天，我也是看到别人发的啊，然后我没有想到，这是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策划的？我想知道。不告诉你。OK fine。你有看到地上的花瓣了吗？花瓣，哦，有啊有啊。然后希望你以后继续走花路。哇哦 ，so sweet！ 哇，谢谢，真的，啊，完全没想到，挺感。天哪！说实话啊，在场，对，今天策划的，特别感动。出道以来，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工作人员为我做过这些。不要哭。挺感动的，没想到。别哭。Surprise！ 对，是为了让你开心。感动的眼泪，真的很感动。就是没有好好过过生日，也没有好好过过节日，没有人帮我过。还挺感动。为什么我一直说我对我的粉丝一直都很感激很感动？因为其实也没有什么人会帮我去过这么很特别的日子，会记得我特别的日子或者，但他们每次都会记得，所以我一直都挺感动。但从来没有想到我身边的人对会给我做这些，真的很感动。
以后大家都会帮你过的，不要难过啊。哎呀，得了，这种东西费钱费时费力，先垫钱吃吃外卖不好吗？啊，真的挺感动的，我的天哪，开始了吧，开始了，哎。